刘佩元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篇第97集啊，现在有9个 YouTube 频道，欢迎按个订阅。我们这边主要强调正确的发音，美式发音不是英式发音。Connect 啊，连接啊，它的窍门就是这个半卷舌 Connect 啊，动词。然后 Conquest 就是征服了啊，征服。Conquest 名词，动词是 conquer 啊，所以要注意，第一个是卷舌的 con， 第二个这个跟前面这个也是一样，半卷的 conquest 啊，所以这些细节你注意到了，那你的发音，英文发音就很准。conquest， 那是良心的 conscience 啊，所以你看这个音不好发。S-C-I-E-N-C-E 啊，这个它本来这边 S-C-I-N-C 是 science， 可是念到这边就 sense， 就不是 science， 就是 sense。 conscience 啊，第一个是卷舌的 con， 第二个还念 sense 啊，所以你光有时候看这个字 C-O-N-S-C-I-N-C 怎么念呢？ conscience 吗？不是， conscience， 良心 conscience。 consent 啊，它也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同意啊， consent 啊，名词动词都是念 consent， 那 有些字呢，名词第一个音节，动词第二音节啊，常常是这样子，那这边是都是 consent 啊，这边我们讲的是动词啊，因为我们一次只讲一个意思，一个词性比较单纯一点， consent 啊，所以这边都是半卷舌 consent 啊，这边就不是 consent 或者 consent， 所以英文里面 con 第一个音节它常念 con， 卷舌的这个 con啊，如果是第二个音节，它念肯啊，它就变成这个变成肯啊，变成这个母音 consent。然后这个认为呢 consider 啊，重点就是这个 if， 它不是 consider， 不是 consider， 是 consider， 就是 if 带耳的音 ，e 带耳的音 ，if consider 啊，所以这个字一般人不太会念，你觉得老外念的好准啊 ，consider。我们一般念 consider 啊，跟 consider 就不一样，因为它带耳铃 consider 啊，这边动词。好像9个 YouTube 频道啊，英文秘籍、常识宝典、一字多义啊、正确发音、实用绘画啊、成语造句、常见错误啊，这个比较难呐、啊。经典演说那长句这个新的这个蛮有意思啊，句子很长，70-80个字、90个字、100多个字，这个句子怎么破解？它什么 paper 这个蛮有意思的。好，我们看看意思 connect。Link or join together, link 啊，跟那个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啊，这个 consider 这一样 ，yep 带耳的音 consider 啊，这也是 link 连接或者 join together 放在一起啊 ，link or join together 我们造个句子 ，please connect the refrigerator to the electricity。啊，请连接这个冰箱啊！下面很多外国人已经不讲 refrigerator 啊，太绕口了。好嘞 ，fridge 啊，就 fridge，F-R-I-G-E 啊或者 F-R-I-G-E 啊 ，fridge 啊，就是冰箱啊。所以很多字英文字缩写啊，慢慢缩写。人也是一样，本来叫 Alexander 亚历山大，后来叫 Alex 埃利克斯啊，也是。到后来 Alex 本来是简写，后来又变单独就是名字 Alex 啊，连接到。通电啊，叫插上电啊，通电啊，连接 connect electricity 啊，就是插电，把冰箱插电，可能冰箱刚买回来，或者人家清一下，把冰箱清洁，先把电拔掉嘛，重新插上电。Please connect， 我们说连上电。Please connect the refrigerator to the electricity 啊 ，conquest the act of conquering 啊。Conquer 是动词加一个 ing 动名词啊，就是他的行动啊，征服啊，他的一个作为啊，我们是名词 conquest。We hope the conquest of cancer will be fulfilled in near future。我们希望的 conquest 征服这个炎症啊，就是治疗炎症啊，发明解药，发明新的手术啊，可以让炎症可以被治愈，可以解决。征服宇宙，征服高山啊，征服炎症 ，will be fulfilled 啊，将会被实施、被完成 fulfill in near future， 在最近的将来。
We hoped the conquest of cancer will be fulfilled in near future. 所以我们这边要注意呢，这 hope 问题不大，不卷舌 hope。Cancer 大卷舌 cancer 啊，所以 cancer 也可以是巨蟹座大写巨蟹座，也可以是那个啊，也可以是那个炎症啊，也可以是回归线呐、啊，南回归线，北回归线呐 啊, 啊 ，will be fulfilled。它这个是也是业的音 fulfill 啊，不是 fulfill 啊 ，fulfill in near future。那 conscious 良心 ，on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这一个人的 sense， 他的感觉呢，他的判断力呢，对与错啊，判断对与错，用良心嘛，良心觉得这个事做起来，良心不安，偷人家钱却良心不安，帮老太婆推车过马路，扶老太婆过马路，就是觉得这个心里舒服啊，就是对错。啊，吃东西不给钱就觉得不对劲啊！那有的没有良心啊，啊，吃东西干嘛、啊、还要给钱啊？老太婆活该啊！实际上那么老了，那么为什么没有儿子女儿去帮他？为什么要帮他？就没有良心啊！做对的事情他不想做，所以以前叫养猪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啊！那有的就喜欢帮忙，所以每个良心不同啊！所以有时候道不同不相为谋，有时候就你碰到这种沟通不了就算了吧，不要沟通，反正 这不一样啊。他觉得贪污是对啊，他不贪污那干嘛当官啊，啊不杀人放火这人生 无乐趣啊，不玩几个女人不欺骗人家，对不起自己良心啊，对不起自己啊，这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或者他是我这样做是为了老百姓啊，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的，你也没办法啊，他喜欢掰理由啊，错就错了，有人就不承认，我这样做是为了天下老百姓，我这样做是为了有不得已的苦衷啊，因为时空关系的改变没办法，是没有办法，就是全部，那就全部你讲就好了。别人讲这个啊都错，你讲的同样的理由啊对，你们两个讲同样的，他讲的是胡说八道，我讲的有更深的意涵，那这种人就没有办法了，没有良心啊，或者他自己认为是对的，他自我催眠、自我欺骗，你也没办法。Everyone with conscience won't commit such a horrible crime， 就是每一个人呢啊都有良心啊。With conscience 都有这样的良心 ，won't commit， 就是有良心的就不会去做这个可怕的一个犯罪啊，啊这个啊怎么会这个殴打人家，把人家打得半死啊，啊这个啊欺负人家，骗人家钱呢、啊？那有良心怎么会做这种事啊？啊 ，everyone with conscience won't commit such a horrible crime。Consent, agree or assent 啊，所以 assent 跟 consent 差不多，都同意啊，就同意 agree or assent。My parents don't consent to my marriage because my girlfriend is too young. 我父母不同意我的婚姻，因为女朋友年纪太小，跟刚满18岁。老爸老妈说，哎呀，算了吧，等到20岁吧，过了20岁再说吧。你女朋友啊，刚毕业啊，没工作啊，年纪又太小啊，不懂事啊，你们感情不稳定啊。你结婚的话，可能过半年、一年、两个又闹翻了，个性不稳定啊。My parents don't consent to my marriage because my girlfriend is too young. 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代沟啊，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父母逢事都反对啊？啊，这父母不会害子女，但有的父母也是可能太老古板，那也有了。但是大部分情况来讲，因为他看得多啊，经验多啊，他觉得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太年轻，这个没想到，年轻人特色就是血气方刚，这个没想那个没想到，就我爽就好了。啊、所以他基于长辈的经验，他可能表达的没那么完美，可能有些讲不太出来，或者有些讲的不够，或者你听不进去，所以年轻人逢事都反对，不是反对你，而是他觉得你这个错可能会做错，可能有问题啊。所以有的小孩就乖说啊，父母啊，你虽然啊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可是你是对我好啊，我尽量听你的、啊，这种就比较没问题。有时候干嘛？啊！你们老古板啊，几岁了？这天家是我们年轻，我不听啊！结果到最后后悔了，所以这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这个问题 ，consider, think over carefully， 就想一个什么 over 就在什么针对一个什么问题啊之上，所以介系词最麻烦，意思最多 ，over 的意思也很多啊，就是很彻底的思考啊，脑袋想清楚。Jeff consider every details。因为 every 后面是要加这个啊，所以不要没有 every 就 detail 就可以了，就每一个它后面加单数啊，所以他想到每一个细节啊，
所以我们再重复 every 后面加单数，如果没有 every 就可以加 details 加复数啊。Jeff considered every detail before he made decisions、啊、我们用过去式，他想到每一个细节、啊、在他做决定之前、啊、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发音念准一点、啊、以后做发音就会 connect please connect the refrigerator to the electricity please connect the refrigerator to the electricity、啊、因为母音所以前面念 the、啊、子音就念 the、啊、但有的常常骗人呢、啊啊、第一个字母音它不发音啊，它还是要跟着后面、啊、第一个字子音啊，子音不发音，所以有时候不要被它骗、啊、比如说 in an hour 在一个小时，可是 h 是子音啊，可它不发音啊，它正发是 hour 是母音啊，所以 in an hour in the hour、啊、the hour、啊、不是 the hour、啊、或者 in an hour 不是 a hour 是 an hour， 所以它这个 h 不发音。 conquest we held the conquest of cancer will be fulfilled in near future we held the conquest of cancer will be fulfilled in near future consciousEveryone with conscience won't commit such a horrible crime. Everyone who with conscience won't commit such a horrible crime. Consent. My parents don't consent to my marriage because my girlfriend is too young. My parents don't consent to my marriage because my girlfriend is too young. 那我们一般 parent 一定是用复数，因为一般父母健在比较多。可是有没有单数？有，单亲家庭或者一个死掉，所以大部分是用 s。所以你说 my parents 哦，一个走掉了吗？他说没有啊，两个都在、啊。他说那你吓我，他妈你为什么不加 s？ 哦，不好意思，忘记了。Consider. Jeff considered every detail before he made decisions. Jeff considered every detail.Before he made decisions. 这一集讲到这里。